卡住了，天哪，这个光开了直播，天哪，这个光，这个顶光耶，这边没关系，这样子还好。这个光，嗨，家人们，这个光很难。俺下班了。俺最后还有两首，还有两首吧，还有两首。救命！尽力了，尽力了。买不着，没事儿。哎呦，摘吧。女仆咖啡厅到底啥样？女仆咖啡厅就是，就是有女仆在那给你陪你玩游戏。哦，他会给你施魔法。对，他会给你施魔法，让那个让变得好吃。我以前在咖啥厅打工噻，女仆咖啡厅，就只需要。不需要那啥，不需要施魔法啥的，就是有陪着玩桌游，但是吃了西瓜，我刚刚吃了，好甜，齁了，齁到了，家人们，家人们齁了，哪家好玩？我一般看脸。哪家好看我就去哪家。很精彩，妮妮的生日怎么样？笑啥？哦，开始了。他们那个开始了吧。甩锅，哎，是吗？他们现在到哪儿了？谢谢阿姐七的一分。啊，到牛郎店了，哈哈，就是我期待的那一趴。哎呀，这里为什么没有电视？就是。救命啊！不能再小兔兔了，加了扎营吗？牺牲太大了。哦，我来了。Yes， 正好，谢谢幼儿园。哦，这99分。谢谢家人。但是这儿的网好像不太好。谢谢。连我自己都弱点。这个光好像不差，不好看。这个光太差了。这也是顶光。哇哦，牛郎店。卡住了。哇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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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。哇！哇哦。问一下北北好吗？好的，谢谢 QQYYQQ 家人的9分。好，然后今天呢是店长，谢谢天降家人的1分，在海外购买差点错过了。贵的香槟，香槟。另外的任务就是把它销售出去。那是请，好搞笑。真的很搞笑，身临其境。不知道哎，晚上看看。哇哦，哇，哇，富哥，赛诺，大小姐，滚！啊？怎么卡了？不准卡！好好笑。看我今天眼妆，不错吧？然后讲究节奏感，家人的1分。
谁的呀？谁的？谢谢炸鸡家人的0.1。嘴巴好干。谢谢。还有气泡西瓜全糖去冰的一份，谢谢家人们打分。谢谢你的奶茶。拼搏多少钱来着？我要上。你要上，快加油助力每一个温水人的梦想，然后我们要去巡演巡演，加油，捞上我一起。为了北哥的梦想，为了北哥的梦想，为了让北哥跟他们一起去上海迪士尼，上吧。为了一起去支持每一个恩赐人的梦想，明天一模了，一模拼搏拼搏，明天就是最棒了，你一票我一票，明天恩赐就去上海了，加油哈。大家粉丝，好，这个直播间就是除了那个直播间，另外三个直播间的粉丝听到了没有？救命！嗨嗨，晚上好，音听到了吗？等牛郎浅浅的来，听到了吗？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为了助力。得了，我这边没弹幕了。你说完这个话题，这边弹幕都没了。斯文败类，好形象。我本来今天想带你，就是在线抢粉丝，是的吧？大家就是为了助力梦想，不要歪嘴，我受不了了。那我就拉茶，嘟嘴可以，不是红茶，我看就是拉茶。拼搏百天，我要拉茶。是的，我现在来播一下呢。去上海巡演了，没有百天，没有百天了。谢谢我大学演课课家人的夜蝶。突出浓眉大眼的感觉。怎么送夜蝶？突然腮红。我也是镜下，我也看是反的。他们还说我精致，我一点都不精致。为啥？谢谢白开水的五彩唇，谢谢你。嗨。啊，什么时候还真信啊？拿什么去拿嘴去呢？我今天的戏份差不多杀青了，还有最后一个。磕到我跟北哥，谢谢 YNP 家人的蹦迪，他是有规则。谢谢我大磕特磕家人的九分。磕到，他是要看磕个头，要看每个队伍进多少中道的人。哎呦，磕个头，头晕。感谢给大家磕个进的多的队伍才能去巡演。不啊，是的，是的。闹闹是我今天最喜欢的女仆了。OK， 不要掀裙子，不允许。干嘛呢？嗯，干好。真是的。就是。最近有点想去。纤维去做的，但是我们并不干活了，失业了。别磕了，别磕！你们从那边跑过来磕，我就说嘛，我说我都没见过上海的场呢。为什么我没有？大吧，从来没见过。好喜欢的星星。之前有一次在那金曲嘛，然后他们在那去握手，我说：“哎，他们说我像厨师。”去接他们握手，我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这是上海的剧场，结果我愣是没怎么样，就是厨师，怎么了？我做饭可好吃，就是压上韵了。对，我不会讲 rap 的厨师不是好厨师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不是好，不是好。我说怎么这么黑呢？我说怎么这么黑呢？我说我怎么就黑带比那黑那么多？我说不会。对，是我的胎记，这是我的胎记。谁能有我黑？我才是最黑的 BB。我的天！需要自取其辱。救命！太离谱了。我们俩应该是一个肤色。来看看。你过来，你手过来。你看我们俩，你好像比我还白。哇，我不是恩赐最黑的人了。哇，啊、谢谢黄汝彤，谢谢王子。黄汝彤比我还白。我不是恩赐最黑的人了。他比他黑，我比他黑好几个度。我真的是回家晒黑的。哦吼，我就是纯纯不出门。北方的太阳就是很毒。哦吼，那怎么稍微晒一晒就能什么怎么又卡住了？大家是吗？好白啊、是不是在看公演没空发？好，他们今天说我牛郎还贴睫毛，我说牛郎是这样子的，很精致。确实。都下了，你们都下了。啊，你们在看？我啊，你们不跟我说话，拜拜，什么意思？献什么？献血？
哎，我刚要下，先爱谢谢小可的端午龙舟，谢谢你，谢谢小可，拜拜。有有，在这个短袖里面穿的是个长袖，真的很精致。有吧？其实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衣服。我下了，怎么就下了？哇，现在直播哦，好多泰人呢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麦关了。我好像没有关麦。飞哥，你也在看？谢谢天降家人的蹦迪。忘了关，谢谢忘了关。你好白的，你好白。销冠，销冠是这样子。上过 MC 啦。怎么能觉得我油？我都人家都说了，我是商务 daddy。谢谢零九家人的零点一分，小冠商务 daddy 懂吗？这个 daddy 和另一个 daddy 不太一样，那个 daddy 今天是体育生。爱看，大家都牺牲很大。对这个节目，大家都牺牲很大。油吗？不油啊。谁油？他们说我油。谁说你油？哪里油了？怎么油了？哪油了？是吗？油嘞！你看，一点都不油。这明明是有点可爱，知道吗？哈、啊，有点可爱，不够油了。是的，有点可爱。小鹿来教教我怎么油。他太油了，别让他教了。他那个油都可以炒菜了，都可以炸鸡，你知道吗？油来了。你除了这个还会别的吗？会呀、啊，你想要吗？我先把眼睛先闭上，你先继续。亲爱的，啊！我的耳朵怎么关上？谁叫我把耳朵关上呀？我的耳朵关不住了，我耳朵关不住了。别学，别学闹闹，学多了只会害了你。学点好的。我耳朵都关不住了。我粉丝没见过世面，我要让他们见见世面。不用见了，不用见了，有些东西不见也挺好的。他们说用舌头舔牙一圈再咬唇就油了。用舌头舔牙一圈。我哎，我真的在，我真的在试。哎呦你倒了。然后呢，舔完一圈然后呢。没有想到我是牛郎店的一个新人，居然就是说这两个人比我还有，真的是太离谱了。我们差点翻过去。好看，亲一个走了。你为什么占我便宜还走？我天，这刚刚、刚刚亲了就想走，子很搞笑。你怕是走不了了。他舔牙一圈是。没有，我在实践，你知道实践是得自理的。他是这样舔的。对，他不应该这样舔吗？那个、谢谢云梦家人的蹦迪。你关了吗？你没有关。我关了。剔牙。怎么就关了呢？因为他们都去吃饭了，我就关了。有吧。我们一起相信，噔噔噔噔噔。快，北北有一个。我不游，我已经去游很久了。我给你看，谢谢阿楚这个的一分，谢谢嘉伦。看看这个，你做一下，好可爱、啊啊啊！差点戳我鼻孔不给心，不给心，不给心！啊，救命！没事，还好没心，还好没塞我鼻孔里，还好是真的，不是。看画，什么画？不给亲，不给亲。谢谢，等一下，谢谢小鸟宝的五彩神歌像的。不给亲。刚才接电话没看到。哦，北哥不给。不给好吧，那不给，那收回来。不给亲。收回来喽。福利太好了，不行。这样不好吧？虽然我挺开心的，不是。你们进电梯了。什么？对，不要油腻，不要油腻。像陆晶没有了，我失业了，不会再出来了。反面教材，不会再出来喽，已经失业喽。怎么来回反复横跳呀？你这个人。
在就业不留路，去上学路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半扎过了，这么好好读书，好好读书啊！直头发半扎，还、哎、可以反聘，想染个头发。我去当店长。我们吃了吗？我吃了一个，是的，面包。哎，我还想再吃两口呢，你换这个好不好？好。你吃的啥呀？耶、yes ！你带这个。你带这个。叉烧。带这个丑丑。爱心。丑丑。哎。能不能接我下班呀？比心。比心。你的。真牛郎了。哔哔哔哔 ，My boy， 好看的小花 ，OK。啊，发给乌了是吗？哔哔哔哔 ，My boy。好想抱个大西瓜出来。吃啊！我刚已经在后台吃了好久的西瓜了，吃了好久了。我也吃了好久了。太甜了，那西瓜。那个西瓜饱甜。我买的。太甜，齁死了，那么会跟你的油一样很齁。下次买瓜的时候叫上你。太甜了，齁到。你是随机买的还是？是小鸡前辈的歌。你是挑的还是怎么？没有啊，就是在。就是在那个，确实有点没铺买的呀。什么铺铺？冻一铺铺在哪？什么铺铺？在家里等你回家家。是啊，铺铺在家里等我回家家。铺铺，我好像今天出门又把铺铺忘在房间里了，怎么办？我都 OK。哇，我喝完了，我的天。完了。我们铺子又要在家里睡一天了。哦。爱看什么？想呜呜啦！嗯，我们呜酱今天买了新的。哦，我们今天要把东西收了，要把衣服那些收了，要继续中场休息，继续穿雨了。谢谢贪睡小柴家人的布丁。呜见过呀，呜之前录节目的时候见过噗噗。好，还经验丰富。噗噗凶的嘞，可不是吗？就是这个衣服、啊，什么鞋型？个短袖，对啊，之前那个抖音，嗯，结婚谁结婚？我跟您说，那是难受我的眼睛。他们说，意思是说不知道谁结婚，衣服是寄过去，应该是寄过去，就是在这个店里待了很久了的意思。乌是跟小怪，谢谢小太阳，叉 PP 的五彩声。谢谢杰森 VV 家人的蹦迪，蹦蹦蹦蹦蹦蹦。为什么要在里面穿？因为这。I just wanna dance。因为那天去录那个影像的时候，就是那个 KTV， 然后我穿的是这件衣服嘛。我拍完我的戏份之后呢，我还要给他们当摄影师，我在那拍了。谢谢蚂蚁家人的蹦迪。就是。今天都是家人。我还要当保镖。不行，我们要换一下。我们今天小字辈儿。因为隔壁一直有那种，对，很猥琐的那种人，然后来敲门什么的。然后完了之后，我还要负责装狠吓走他。哦，对，听说了。对，然后就是有那种。早知道我那天就应该跟你们一起去。我那天我们不是拿了一个直播灯架嘛，然后我们去那儿，然后那有一群男的，然后在隔壁唱 K， 就是那个唱歌听起来很伤心，那大哥就是那大哥就是人不咋地哦，然后他就来我们这里，就来我们这个小包是吧，对，小包厢，然后他搭讪，然后就敲，他直接就推门进来，文女不义一拳一个蹦。他直接就是推门进来，然后他也不敲门什么的，然后他说美女加个微信，然后我就直接就是我在那里拍嘛，我正在那里拍他们，就是正在买醉的录下录下他的那个罪证，他们正在这样往脸上泼水，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在那里录像，然后他突然之间然后就是打乱你们的录制，对，他突然推门进来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因为我很讨厌别人打乱我的节奏，对啊，打断，然后我就一脚上去啪，然后把那个门就是踢了，刚好像就是踢，然后把那个门关住，我以为然后把他拒之门外，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敲门，
然后啊，这么没礼貌，很没礼貌。然后我们那家就没接住，就很讨厌。然后啊，讨厌。然后真的很讨厌。然后后来他一直就是他还跟，就是他还说他要摇人，他还摇人过来，真的他又叫了三个男的，然后很摇过来干嘛？我一拳一个。然后他后来他就一直就是来找我们，然后后来我们说赶紧拍完走。然后那个 KTV 的小哥还人还怪好嘞，他跟我们说他们又叫人来了，你们要不要给你们换一个包间吧？然后干嘛？我们说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十分钟就拍完了，拍完没用的男人还要叫人来。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拍完就走，然后他们说然后他就说好吧好吧，然后说那我在门口给你们守着。我说这么多人还怪好嘞，这么多人凑不出一点素质。然后完了之后，后来我们就走了嘛，走了，然后那几个男的就追出来，然后就准备就追我们出来嘛。然后我就走在最后，我拿了个直播灯架，然后我就用毕生所学所有恶狠狠的表情，然后还好无语哦，颠一下，然后完了之后，那就后来他们就没有跟上了，真的这么多没素质又没有礼貌的人，谢谢可乐家人的零点一分，真的很离谱。我那天真的用尽了所有的狠招。对啊，得把那个脱了。我觉得你换一个黑的吧。Yes. Yes. 我没有带黑的。不好意思啊。我在我杆上，你找吧。哇，这个他怎么穿的？你这个是往下拽拽呢？你去我杆上，我杆上有黑的。没法拽。你去找吧。他就是这样的，我穿的这样。去找吧，去找吧。啊。对，是这样。然后没有礼貌，没有素质。我当时我就拿那个直播架，我就，然后就瞪他，然后完了之后他就了穿了我的衣服，想去换衣服了。其实我表面上看着很凶，但其实我心里慌的要早吧，要死，我勒了一害怕。我们一出来，赶紧走，快走快走，下属了。我要去换衣服，好玩。别走 ，no， 不是撞的。而且他们当时那个男的还拍照，哎，然后完了我们就追出去，然后说你拍什么？然后我们就让删掉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他就在那边拍照，他在那边拍照，你知道吗？拿什么手机啊就拍照？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不能被拍嘛，对吧？然后我就作为经纪人，啊，就是作为经纪人的一天，很正规的 KTV， 但是是凌晨。我们那天因为是。就是公演完，然后直播完都很晚，赶紧去拍的，对，又没有时间，我们只能凌晨去拍。很晚很晚了，那天都。对，是很正规的 KTV。本来我也要去的，你为什么不来？还好你没来。因为他多害怕，因为妮妮在群里问谁要去，我说我就去，然后他说他就可能担心太晚了，然后他说北北本来就要去的，然后他说让北北来帮忙拍。嗯，对，我去帮忙拍，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在想，幸好你们没有来，不然的话就是跟我一拳一个，一拳一个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四个人就是那种，我们四个，我徐楚文、罗涵月，那你们四个人就是凑不出一个脸色好的，你知道吗？看起来老凶了。我们四个人都装得很凶那种样子，我一个白眼翻过去也没什么用，没有什么用，看起来很好欺负。我们就是四个人，看起来就是能至少装腔作势，看起来就是不太好惹的样子。才没有，然后才没有，而且又穿成这样子嘛，就看着比较帅气一点，就还好吧，就是逃脱了人。我看起来很好欺负，我会躲在角落报警。主要是那么晚了，人家 staff 要工作一天都要休息的，然后我们就没有叫人家，我们就是直接四个女强人去了。可以，我下次就直接录视频，我说来来来，录一个视频，这边现在在直播，现场直播呢，来你们上电视有什么感想说一下。他不怕，他还过来一直在说话，真的。嗯，然后就是我们当时挺凶的嘛，我们说你拍的什么，删掉。然后完了之后你删掉，听见没有？然后就指他，然后完了之后你拍的啥拿出来我看看，然后就很大声，然后我跟然后韩月和蠢蠢都冲到前边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给他扒拉那个大哥，真的那个大哥吓熟了。没关系啊，告诉他们全球直播来恼羞。我觉得他其实也很怕，因为我们几个看着真的很不好惹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他后来他就没有拍了。没安全下次，真的很力气很大的，我像劈西瓜一样把他脑袋劈开。你在他面前表演一个脾气吧，看到吗？这就是你的下场。我看就是我的下场。我说干什么东西，然后给他劈开。真的，我那天特别凶，我用了我喊预备备的。好痛，我手都肿了，那个西瓜。
真的，我那天用了我喊预备备的嗓门，然后问他，我说你给我删掉，然后完了之后贼大声，先把他吓住再说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骂人，我虽然不会骂人，但我羞辱人，羞辱他。那天真的看起来很凶，我侮辱他，这是我在团这么多年最凶的一次了，真的。我说哟，来看看帅哥，哎呦哎呦，我的这样，当时我的内心害怕极了，你知道，我当时想，我的天哪，他不会打击报复我吧？快走快走，赶紧溜，赶紧溜。我们本来想吃晚饭的，想着说就是大家忙了一天了，然后又来拍东西，深夜嘛吃个晚饭，然后完了之后大家再回去吧。然后后来我们四个人打车溜了溜了，快回没事，我学习一下，咱们就是学习一下。不行，我们是文明人，不讲脏话。我们当时快溜快溜快溜，我们四个人拦一个滴滴，我们就跑了，真的就是说，还下着大雨，我们真的当时害怕极了。报警溜了，我们跟他说了报警，我说你要是再来骚扰我就报警。对，我比较有素质，没办法，骂不出来，我只能侮辱他，带个酒瓶在身上。我们下次下次带那种，你知道，就是你们见过那种，就是那种糖做的那种酒瓶，你知道吗？直接说来呀，啪先打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先吓住，命不要了，先吓住他，你知道不？他肯定就害怕极了。上次有人来搭讪，他说美女。什么来着？哎，忘了，我等我想到再说。我害怕我真的砸下去，不是，就是那个酒瓶，带个那个假的，先砸自己。来呀！然后我就拿那个酒瓶。哦，他说美女可以，我说不可以。他想说美女可以加个什么？我们一起玩，你知道吗？他想喊我们一起玩，我当时我就生气了，我那个。你说我不跟小孩玩。妈妈让我别跟傻子玩就是好离谱。对，他说美女可以，我说不可以，真的很离谱。还有上次有一个说美女有，我说有病，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大呀？就是大的，就是这个嘛。这个是穿，对，就是最后的，最后一首歌。Yes。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自己搭的。不可以，里面是自己搭的。对，就白。昨天在群里说了呀，是没看。我没拿吧？我没有。快去找一找。有多的吗？没有。谢谢春奶。给我，你能不能帮我薅一个？的0.1分。谁今天穿了？能不能帮我薅一件？谢谢 Y 一家人，谢谢小 Y 的五彩绳，不是壮壮，怎么来一个人大家就说是壮壮，来一个人就说是壮壮？你能不能把吊牌拆了呀？你能不能把你的小号拆了？那个又来吊牌。谁是小号？哈，我穿大号。你能把你的 M 号拆了吗？那都是 M 号，完了我这个穿不得拖地也不行。我想把它调一调。不可以，你看吧，你一个 S 穿 S 码的人不要穿 M。因为我也觉得是，谢谢我小名儿。我觉得你大一点好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儿，小名儿的五彩绳儿。显胖。有可能不是显胖，就是我自己胖了。哎，听出来是王子了呀！大家还挺厉害，谢谢。哇，真的。吉吉，小吉吉的一分。不是，他就是这个，就是有点。就这样的。对。哇，那我今天衣服都有口袋儿。嗯。等一下，先慢卷靠谱。下次出消息，哎呀，我今天没拿可爱的，厉害的嘞！下次再遇到那种坏人，我就紧咬魔虎。但是我杆上有，好像，嘿嘿无聊，不用。哦，他们说，他们以为你是壮壮，因为语气很清澈。语气很清澈，我和壮壮我们俩声音明明那么不像。就是说清澈，嗨，懂清澈的意思吗？知道清澈是什么呀？就是说你很纯真，一看就是大学生。对，眼睛里透露着清澈，就是说很纯真，知道吧？说你可爱，好吧，知道吧？欣然接受了，接受吧，喜欢吧？以后你就出去自我介绍，跟别人说你很清澈，对，你就说我是最清澈的，我是这个台上最清澈的。我怎么有一种我是这个台上最愚蠢的？不是不是，这夸你纯真，可爱的意思，他接受了。真的，我觉得晚上是吧，可爱吧？你看我这边的人都说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他和壮壮比一比，他不能跟壮壮比。我要来看看。说我可爱，他也好可爱。大家快开夸夸夸夸，子子可爱。歪嘴，快说子子可爱，不准歪。所以就最近大家都在歪嘴。
是不是子子可爱？可爱，可爱，刷起来，刷屏。觉得子子可爱的就说可爱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歪了，还不行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大家都说你可爱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刘丽菲的腹肌，哦、她的腹肌拿来给我，我觉得真的好笑。给我一个，来给大家看看刘丽菲的腹肌，真的很好笑。拉尼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吗？这是什么玉米？玉米。体育生的腹肌，你知道吗？185体育生腹肌。原来是玉米做的，看见了吗？有腹肌了。我的玉米不是我的腹肌。看见没？六块。你看，其实我练过的，我是练过的女仆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、啊？偷偷给大家看我的腹肌。看见了吗？腹肌。啊、哦，肚脐、啊。谁在说我没有腹肌？这是啥？这萝卜吗？嗯。这旁边的这个。的。这真的很离谱。还是黑白的。我啊，哎呦，哎呦。我下次给他买一个假的，好不好？下次给他买。别用这种，别用这种劣质的。买个肌肉衣。180肌肉女仆。买一个肌肉衣好吗？真的，真的，我要把这个真的体育生就爱这样录啊。好，要这样把这个要不经意的，要这样就是把这个放在这儿，然后不经意的宣开，宣开，宣开，这样这样，预备备，要这样。这样，你就是你这样放好，然后完了之后扣住，然后假装就是说啊、哦，我刷到了那个很油的，然后完了之后，你这个好搭哟，我天，那这是什么呀？这个黑色的，我刚刚也问了同样的问题，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们乙女游戏最喜欢的吗？腹肌，哎，怎么还有个菜的腹肌？眼神可以不要发生。眼神有发生变化吗？没有吧，他们叫我眼神不要发生变化。再也不去牛郎，这很难评。把我的腹肌送你们了，送你们了。我要学那种吊起的眼神。在上面睡觉。快学一下那种吊起的眼神。什么吊起的眼神？是没睡醒吗？是没睡够吗？是不是没睡醒呀、啊，宝贝？是不是昨天没睡好呀呢？迷离吧，性感吧，大可不必哦，这样子、哦、行吧。你们看一下今天哎生日环节之后，我们就把干扇的全部打包好去重庆，你们看看，因为我们只是按干扇的有没有漏，我们全装上就行了，全装上就行了、哦，那个有箱子是不，我们自个儿扔，反正一个人一个箱。OK， 对对对，那我们自个儿装。但是齐不齐我们不知道、所以我们按杆子上面的装。OK， 那我检查一下。好，那我待会叫他们检查一下。Okay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阿姨。你祝我成功。没。怎么回事？迷离吗？把眼睛睁开。迷离。很难评，大家晚上深夜来看我的直播，每天晚上都很迷离，就是那种直接睡着。你晚上几点播呀？我就是，咱就是迷离的，直接就是睡着，直播一个睡觉。还有进步空间，嚯嚯！哇哦，贾宝，怎么回事啊？贾宝的999，嗯，有时候看直播挺无助。这名字看着盯着很熟悉，什么意思？啥意思的？这不是哇，又是贾宝的。他不是推小金瑶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没错。哭泣。贝克，贝克，嗯，不是我们推我们小金瑶的吗？咋回事呢？这很难评，这难评，算了，这我管不到。小丑不是。怎么了？我趁我不在家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趁你不在家，趁陈南希去重庆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偷家喽！偷家喽！偷家干嘛？哎呀、哦，我看你能说出个什么一二三来。他们可以去浪喽！你们说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一个人看直播蛮无助的、是吗？小心回来一拳把你打头打爆！嗨。
哟，拜拜。到了，嗯，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到 MC 了，拜拜。我接着播。哇，你正好六七七。嗯。正值六七七。好好好。没有别的节目了吗？结果结尾呀、啊。我上过 MC 啦。到了是吧？溜了。家人们，我上过 MC， 还有多久到后面？MC 完之后，他什么就生了，那就是快了。还有，对啊，有空去看一下衣服，要打包走了。好的，有空去看一下衣服，要打包走了，快去。好的，待会儿就去。群里喊喊所有人上来。应该好 ，OK。群里喊喊 N 三的，嗯，好，喊十对，艾特一下全员，大家检查一下。好的，生日环节一会儿上去磕喽。我要在咱们学业群说是不是 ？Yes。大家谢谢吉吉小吉的一分。开始磕了，打包走喽。磕说的，磕，好磕的。他俩是我看着，我要补补妆了。看着从一开始走到现在，身为亲朋好友，我深表欣慰，非常的感人。身为他们的亲朋好友，我感到非常的开心。今天在这场昏暗的场子里，非常让人觉得嗨。那个念信的时候喊我一下，我可能喊不了，我在台上。你现在要上去啊？嗯、快到了吗？念心。现在是 MC。对，现在 MC 完是这个环节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好像就是，然后才是那个，是啊，最后两首大歌是那个环节之后的，是吗？啊、应该是。啊，对。是，那就是这个结束，就是。就是那个了。对。就是、那我们要换了去那个吗？他们已经换了哦，那我也换吧，一会儿。那你这个跳完，我跟你一起换。应该是的。OK。那个，大家知道吧？换成那个样子。换成那个模样，哦！我要记得戴耳返，我要记得戴耳返带去川渝，家人们要一起换嘛，一起换，当然是跟他一起换啊！嗨。好，马上，他们还有歌呢。还有两首呀，那你也要换呀。嗯，我跟他一起换。就是他，你想的那个他。他，有他，还有他。
那个塔，就是哪个塔？塔塔塔塔塔，就他也要换嘛，他要换，他真的要换。真的有他，谢谢问号问号问号的高级马卡龙。家人们，我到50分我就去换。小猫，嗨，我决定再过一会儿就去换了，等不了你喽，等不了他喽。别等我，等着我干嘛？等着我油腻？没有衣服吗？有，被你游走了，游走喽。是，但是好喜欢这种，太好笑了。想念大悲咒。这套有拍照吗？我一会儿去找人帮我拍。是不是配饰也可以让姐姐打包 ？Yes， 反正全给他。我能不能转带给他？不能弄给我。那一个箱子都是你的。哎，一人一个箱子。嗯。一人一个箱。Yes。一人一个箱，素人就没有箱。好。谢谢月上弦与夜露的一分。今天早上我的爹地告诉了我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也听。就是壮壮的头像是他换的。什么？壮壮的头像是他换的。哦，是啊。你才知道呀？我都知道了。我亲爱的芭比。蹦。还好我还没开始骂壮壮，但是壮壮没有换回来，该骂。嗨，辛苦了，姐姐，站不稳了都。叫啥？我想要找那个云南。啊？咋了？谁受伤了？被门夹了。嗯。我。我帮你喷吧。有点，我帮你，我谢谢你了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哎，在哪儿呢？我去，被那个玻璃夹。嗯，被玻璃夹就被玻璃夹嘛。那个玻璃门夹的，肿了。你看，你从下面看。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，你还笑。被哪哪边的玻璃门夹？舞台那个那6块钱、啊、翻进镜子门，对，翻进多夹，小心点姐姐。我去，别太好笑啊姐姐。哎哎呦，手上都是那个味道。这是什么呀？感觉像那种，这是我们后台姐姐。什么？不是，我说这个药的味道，云南白药。就说怎么那么熟悉？喜欢吗？50了，886，拜拜，家人们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手机要没电了，拜拜。你们穿。